都见过大屏手机，但谁见过这么大的？想看吗？好兴奋，打开看一看。这格局不就打开了吗？这么大，这么薄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好好奇啊，我一定要找个人问问。听说皱纹里啊，和高级腕表用的是同样的工艺，我这手也算是摸过三折叠的手了，爱不释手啊。嗯，这都很帅啊。哎，就他了。一边整理领子，一边看看稿子，有这大屏可真的是太方便了。三折叠，怎么折都有面儿。于总啊，您都到了，好嘞，我马上来。记得来看我和于总直播。